阿奇，怎么了？莱德，发现了黄色带动的大方块，后来又不见了。哇哦，那最好快点找到他们，没有迷路的派大星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，汪汪巡逻车集合，莱德需要我们。汪汪队准备出动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丛林里来了一群很特别的访客。海绵宝宝，派大星，嗷嗷嗷嗷嗷嗷。有时候一大块冰可以在海上飘得非常远，海绵宝宝先适应丛林的温度，所以我们得找到他们，把他们送上阿宝船长的船，然后送回南极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无人机帮我寻找那些企鹅，包在阿奇身上。还有毛毛，我要你用水枪帮他们消暑，给他们冰凉的水喝。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，汪汪队要出动了。